学生来喽，我们音乐可以准备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年的更新转化营，我是主持人阿浪。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时间会交给我们的队副跟同学们，就是让大家可以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就请队副们带着你们的小队呢，分别到四角。这些人就是你们接下来三天的伙伴，你们的队友。那我叫小猪，大家就叫我小猪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叫马华，我的个性比较像一匹马一样，我喜欢到处旅行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。陪大家进行这个三天的营队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这个环节，我们要想队名，要想队吗？登，挂啦，登登，挂啦，挂啦，登登登，欢迎光临。好烂哦！我们就反问他们，说他们有什么队服？他们刚刚就说他们有队服。我是很大的，我叫魏浩瀚。魏浩瀚，哎呀，我想知道一下，魏浩瀚他是什么？打走他，他是原住民，很大的台中的，很大的鬼，很大的，很大的鬼。然后有时候魏浩瀚，魏浩瀚，然后我再说一，我会再说一次，这岛人要干嘛？是阿力呀，阿力呀，阿力。当时有一个想法，那你讲，你讲，我说铁男，他们说硬男。我在想说硬这个东西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就想，应该没差、啊。我觉得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、啊，对，创造出来。我说铁男，你说硬啦，铁男，硬啦，铁男，硬啦。再加一个就好。我说铁男好，你说好铁，好铁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就是我们要准备大家表演各队的队名跟队呼咯，我们就先从就你们最最开心吗？来，请帮我出列，对，站到最前面。转动吧！大家好，我是邓华。改变队形。那我们哎，最大声哦！好好，最大声哦！像排球比赛那样，像排球一样，拿出你们气势。可以。很大的队，我也很大。队长在干嘛？阿力啊！好，转动吧。动。我们来比赛，你们是把队名跟队呼结合了吗？这么酷。我刚才想说，为什么你们连队名都要改变队形？简洁有力组，好，那我们先回到位置上。加油！来，金枪小王。金枪。金枪小王，金枪小王，金枪小王。我就说、啊，这就是总理卡，绝对没问题。我们很多个去打疫苗。哎，我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男。来，五六七八，我说铁男，你说硬啊，铁男。铁男。铁男。铁男，铁男，铁男。硬啊，硬啊，硬啊！来，这队叫做等一下去参加比赛。还有一个。我要跟大家打招呼。好。来，铁男好，阿力，还有朋友好，好朋友，好，结束是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铁男队。因为原本一开始都会想很难相处，或是会不会很容易爆掉，就是有一些情绪上之类的，或者是他们会不会对彼此有一些争执的问题。就一开始好像把这些东西都想得太严重了，就我们嘛，我自己啊，我也是，对，就是好像把他们想得太难相处，但其实没有。